好了，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 CTV 游戏实况攻略系列。对，然后我前几天下载了这个游戏，就是非常经典的马里奥，马里奥赛斯，马里奥世界游戏啊。然后我们对准一点，这是非常经典的马里奥世界游戏，是我去 Google 的那个游戏商城下载的。对，会给你网址，看你要怎么去哪里下载，然后这样就好了。好了，总之这游戏非常经典，然后我今天是要来做这游戏的攻略。但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在网上拍这游戏啊，就像只不过这关不能像 VIP， 这游戏跟 VIP 不一样， VIP 那个太贱。所以我们来吧，按 X 键就可以进入画面，就在旁按 X 就 OK 了。然后一开始会做介绍，你要等他一下，他要有足够的时间让你看，所以他大概应该会送票的，所以等等一下。好了，等他音乐放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按 Enter， 你就可以进入画面了。好了，我们进入大地图的画面。好，这是第一关，我们按立 XC 都可以进去，然后立是跳。哦，选，哦，该死，我才第一次就失误了，妈的。然后我们先调一下荧幕画面 ，X 是跳，然后 C 键冲，立线是这样旋转。所以还不错啊，然后马上就看到一个药剂金币了，耶 ！shit， 干，我没注意到那个炮弹，抱歉。好啦，算了，看来我一开始还不太熟悉这游戏，因为这游戏我才玩不到第一世界。留下来，夜魔不会。现在倒是不能进去了，好试试。这游戏真的蛮经典的、啊。哎，不错，蘑菇，无缘无故跑出来的一个蘑菇对战。然后这边利剑，然后我们进管子啊，太管折图你好带。哎，不错，新金币，优喜金币，我们赶快走吧。不要在那种地方花太多时间，不过他，哦，是，哎，找到了，哎，不过这关比这种游戏比起 VIP 是真的是好玩多了，真的，我稍微等我一下，再走。刚才我干花了那么多时间 ，shit。然后这按这龟壳按 C 就可以抬起来，然后往上丢，可以去打那个东西。我们要打那个东西。哦，是命啊！哦 ，shit。命，yeah！ 我们该损失那么多命。那我该把龟壳射出去了。放开 C 键就是射龟壳，这是基本的。火花按 C 键射，很简单啊。说真的，一开始操作都很简单，干。哇，我被晕了，干被火塞屁股了。Yeah， 然后五个优喜金币都收集到之后就可以加一命。把这东西干，我还以为那东西把我丢上去。shit， 好，噔噔噔，棒，到 ，yes，OK， 我们要往上，因为上面有个好东西。欸，黄色方块区欸，哦，太棒了，我们赶快进来。那这有个劈开关人，按着有什么用？对呀，我觉得劈开关应该是要按的。哇塞，太屌了！狂赚钱啊，拜托，这种机会谁不要呢？我们可是很缺命的，大概不见了。
很快用冲的，赶紧进来。哦，黄色按钮，呀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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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等他音乐跑完，我们就按力。好了，快按力吧，哎 ，X 吧，算了，先这样哦，按 Enter 啊，说错了。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就会发送一堆黄色方块了。然后比如说这种时候就可以储存，所以我们按 Save， 然后也就是按力，我们就可以储存了。这个游戏不像 VIP 系列，可以随时按 O 储存哦。有点讨厌，你一定要过某种地方才能够储存，太贱，太贱。然后这里有个龟壳是吧？哦耶，全死。哦耶 ，man， 我都全烂。应该有游戏啊，我记得。Yeah。哦，我们都知道游戏啊。然后按 C 键吃，然后你们都知道这水果要怎么吃。算了，游戏太笨了。算了，不用为了水果那么那个吧。好，他直接吃屎，然后我们该拿到第一块。也有一块。哦 ，shit，bitch。哦，干。不对，不对。哎靠！怎样啊，游戏？哦 ，shit。又拿到一块，啊，翻身一点。然后如果你已经有游戏的话，又抽到游戏，那就会变成命或一些道具。基本常识，然后就让他们试试。Oh shit！ 刚才有个藤蔓，来干，把你干。重点是那上键就爬，很简单，都是很基本的。然后这边又有一块 ，Yeah， 又有一个蘑菇，为什么不给我？哦，干！操他妈 ！Shit！Shit！ 对啊，我听说拿个五个，哦，对，拿。十个水果就可以加一个道具。哦，干干！我要保持着休息，我要保持着休息。呀，刚才那边有个 P I 是不是？哦，那东西很讨厌的。哦，妹的，他有查不上去，算了，直接就跳了。十颗星。好了，至少保留着游戏哈。然后就发出闪开。OK， 拉拉 OK。好了，接着换这一段吧。哦、oh、shit， 看起来就很贱。哦哦，哎，怎么一直给我们吃啊？哦、不错哎，那行，干干哦！我还以为掉下会死，原来我们刚才翻那黄色方块有用。我还想着他把我挤下去，他敢把我挤下去，就毙了他。也就是耶，又来一个命，哇，十一，哦，赞啊！你们都知道，不管什么游戏，只要吃到红色都会吐。然后我们刚才又拿到命，所以现在是11命。可恶啊！啊？奇怪，我记得可以进去啊。车，点子也有屁用。哎，他吃屎。哦，对嘛，就是要给火花。OK。不要随便乱跳，就算有那个黄色的那个方块，不要随便乱跳，因为你不知道哪里有。哦，是，这边很讨厌，这边你到哪个方块都一定要在正中间停一下，以免万一。真的，这也是很邪恶，然后这里就要再等一下了。对，好，这次还蛮顺利。不然我第一次玩这关不知道死了几百遍，而且他们都那是我还没有按黄色方块的时候，然后这星星的其实没啥屁用呢，就是钱，它只是召唤比较华丽而已。哎，问题是第四块星星金币在哪里啊？游戏金币，算随便，不在乎，反正一直加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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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！ 所以我们每一集都一定要玩到可以储存的地方，对。
然后接下来下一关肯定是水关，然后再五关、副关、外关应该也许是可以选择的。哦，算了，想你知道什么菇，不用看，我只想要火花。哦，终于爬上来了，哎，游戏哎，靠，干，该死的水啊，害我失去了游戏。对啊，哦，靠 ，bitch。OK， 这边是，喂 ，shit， 哎，不错哎，无敌星，哎，哎呀，算了，反正我们就不用去管那星星了。我觉得趁无敌星的时候快溜吧，因为水里是很邪恶的。好啊，算了，少拿一个不会怎样，又不会吃屎。好，刚刚进门，赞，无敌星真爽。好了，24颗星，还不错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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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我来看看布卡会不会怎样，好不好？我想应该不会怎样吧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上面有那个，哦操，该死了，他会换面。哦，算了，反正我什么东西都有了，应该不用。好，他们就吃屎。有怎样吗？哦 ，shit， 我该贪死。嗯，哎，不错，按力就会打那个。按D就可以打那个乌龟，嗯，太神奇了。Oh shit！ 啊，算了，我觉得我可以不要一直这样子爬吗？我觉得这样好白痴哦。Oh shit！ 这边好讨厌哦。Oh god！ 忘记按上了，讨厌啊，这东西有够贱。呀！我现在没有道具哦，跟你讲，你可不要伤害我，现在完全没道具，只有我可以伤害你。掉啊！你一直在这边害我，搞得我紧张兮兮的，真是，赶快先把它干掉了。哦，干，又来一个。哎呀，哎，哎，原来我可以直接用这个皮盖棺去打那个吧？那我干嘛那么辛苦啊？OK， 是钱。哎呀，我觉得按这个皮盖棺应该会有用。哎呀，炫！哎哎，站呢？按着我拿着皮盖棺呢。Oh shit！ 哦，靠！也就是说，我拿着皮盖棺其实不能按 X 哦。哎，这是哪门子的狗屁道理啊！不能按，哎，我在爬的时候不能按 X， 不然，哎，你要我怎么打那个怪兽啊？哎，太好了，终于要中间点了，快进去啊 ！Yes， 啊，就到了吗？哦，干干，操，这是哪门子的鸟呢 ？Shit， 哦。别搞笑了，这一点都不好笑，先生。而且为什么强制卷轴给我动那么慢？他妈的 ，bitch， 他把我挤下去了，干，操，这是哪门子的鸟蛋呢？算了，至少我们目前还有十命可以应急。好，总之我们知道躲哪里了，屁。哦，也就是说我大概要马上冲过去，又对了。哦 ，fuck you。我马上冲过去是吧 ，bitch。我懂了，夜在这里等。哦耶啦啦啦熊，哦耶耶道具不道具，给我拿来，马上冲过去。哦，别吓我啊，宝贝，你太好了。Oh shit！ 干，我看魔王了。太好，快进去！哎、欸，干 ，shit， 根本不知道哎、欸，
你这弱智，太贱了吧！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。Shit！ 好，这至少我们知道这里要怎么过。快快快 ！Oh bitch！ 哈、哦，那画面动得那么慢，你叫我有什么办法、啊、？Shit！ 就我现在只剩七命了，快点！七命算不算很多？你知道吗？他讲自卷轴真的很讨厌。啊，算了，我就。Oh yeah！ 哎，怎么没想到这个方法？真笨。全真笨，你怎么没想到慢慢等他不就好了？看他行走的路线，路路，哦哦哦哦哦，是，我还以为他会把我夹扁。哎，干！你为什么啊？操！这是哪门子的鸟蛋呢、啊？哦、oh, shit！ 等一下，我就这样子让那个墙壁推我走也可以吧？因为我们刚才让墙壁推着走都没怎样、啊。哎，不错耶。哦，对，那我就先站在这里等哦。对啊，其实也不会怎样嘛、啊。好，算了，等一下，加密。等一下，快闪啊！快逃离啊！那边太可怕了。就是库巴关。哦、oh, shit！ 哦、oh, ，他不死我什么办法、啊、？shit！ 你死笨蛋，脑残哦！你这死屁哥，死屁哥，我自己觉得好笑。死屁哥、欸、快躲进去啊屁哥 Oh my god， 降下来吃屎吧，降下来没屁用 Yeah， 好了，也就是说我站在这里等 OK， 跳，然后也在这里等，免得我吃屎 OK， 快点，这次不要再给我失误了。哎，真的，他不死关我屁事啊！哎，干，又来了。哎哎，该死的，他不死关我什么事啊？可恶哎，就已经把他逼到角落了，为什么还不能吃屎啊？怎么不自己掉下去啊？岩浆泡温泉很舒服，好不好？岩浆温泉很赞，好不好？连我都身经百战的那个，连我都已经经历过好几百遍了，看多没种库巴，岩浆温泉明明就有出，快点给我，好在这里等，免得他吃屎，然后跳过去之后也是等，嗯哼哼，为什么第一关的库巴关就这么贱？那可见以后有多惨。终于过了，帅 ，OK， 这样应该可以储存了吧？好了，按 Enter， 啊，快点快点，我不想看这是什么鬼蛋游戏啊！哦，好了，存下去吧。OK OK OK， 我懂啦、啊，很简单的啊，那只不过是第一个库巴而已，他举白旗吗？好了，我们储存吧。好了，各位，这集就先玩到这里了。